选手演奏完毕，请评委打分。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文化知识考核的环节，有请。好，欢迎刘宇进入到音乐博物馆。现在在你的面前呢，一共还有三道题，一号、二号和五号题，你的选择是？我选五号题。他的选择是五号题，我们来看。现在，你来到的是山东省，京杭大运河南起余杭，北至涿郡，途经今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北四省及天津、北京两市。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、文化发展与交流，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。现在更是被纳入了南水北调工程。下面请回到你的答题空间。第一题，山东省曾诞生过多位思想家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是谁说的？ A 孔子， B 孟子， C 墨子。请作答。 A 孔子。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A 孔子。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。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出了微山湖的美景，下列哪首歌曲和它一样吸取了山东地区的民歌元素？ A 绣金匾， B 八月桂花遍地开， C 沂蒙山小调。请作答。 C 沂蒙山小调。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，回答正确。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专业的文化评委对你的点评。这个成语在我们生活中也经常使用，我们形容这个人比较斯文有礼貌，但是这个词意义是经过了变化的，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，这个文和质是有对应的，质是指什么？质是指内心的道德，也就是指人。文是指什么呢？文是指外在的表现，是指的礼。彬彬什么意思呢？就文和质各一半，那你这样就能成为一个君子了。恭喜你答对了。说第二道题目，那么沂蒙山确实是山东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，它实际上分成沂山跟蒙山两个部分。那么沂山呢，当然是在临沂这个附近。那么当年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抗大一分校就驻扎在这儿，所以当时这个一分校是有文工团的，文工团里有两位我们的老前辈，用当地的民歌填词去配了一首歌，叫做《反对黄沙会》。49年以后，53年的时候，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把原来老词儿放弃了，重新进行了填写，就有了沂蒙山小调。所以它也是一个根据民歌最后有一个再创造的这么一个作品。谢谢两位老师。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你的最终得分。恭喜刘宇。文化知识考核的环节也是他一直心里比较不安的一个环节，因为很担心自己在这个环节出问题。不过今天的状态不错，拿到了全分，接下来的时间就要看你最终的得分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去掉两个最高分，去掉两个最低分，三号选手刘宇曲目演奏99.08分，文化知识考核0.50分，三号选手最终得分99.58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在组内的排名情况，目前排在第一位。好，稍事休息。